这钱你咋了？你快点，你咋了？来着，来吧，来着，你咋了？你看，来着，这是我从小就是在中山得的，我感觉我该去买去吧。你人家好好，你晓得不？他一天到晚不在，他不是不接电话，他不接电话，我那一天到晚打电话，我那一天到晚打电话，哎呀，好呀，我听到你今天在这，打钱了嘛？我那个女朋友也变了，是光鲜，我的女朋友强行把那个，刁难你了，人家要点钱那些，我不要一天不打电话，你就咋了？